还好我脾气好哦，要是换成其他人，绝对给他打燃火。老铁，我啷个不晓得？他把我们情侣戒指搞掉了，才没有两个月，嗨，我还有好大个事业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还给我打燃火，搞色了嘛，买一个就是了噻。你看他啥子态度嘛，那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搞掉了，嘿，他无所谓。我都跟他说了，我是不小心搞色的。那是不是他搞掉的嘛？他是不是刁出来跟我俩找些事情来扯？我跟他两个扯，哼。上次我们出去耍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他的耳环搞掉了一只。哎呦，他硬是把老子的背都撅肿了。他还好意思说那个？我那个耳环和那条的裙子是绝配，我喊他把我拿到去，他扯个背儿给我搞掉了。哦，我晓得了，是要打击报复哈。他就是半夜我上回说了他两句嘛。好，我承认我把他的耳环搞掉了，我错了。那他把情侣戒指搞掉了，他错没有？我没错啊。双标，那个就叫做双标。双啥子标？我的标准从来没变过。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他永远都觉得自己没有错，本来就没错啊。行，我错，都是我的错，不然呢？